咁多位手机或者系电脑前边嘅准买家、准租客，你哋好啊！我系美联物业嘅 Andy， 好高兴再次为大家见面。而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就系呢个位于鸭脷洲海傍路嘅蓝湾。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下呢度嘅升值潜力先啦。大家请跟我过嚟啊！各位，在我身后的这一块住宅用地就是由私人发展商在今年的五月成功投得，而它每一尺的楼面尺价是15,097元。而正正就在隔离的蓝湾，我们近日录得的二手尺价大概都是22,000元左右。望望蓝湾再望望这里，我们两者之间做个比较，我就可想而知蓝湾的税位究竟有多深。好了，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即刻去看看我们今天介绍的单位。话咁快就嚟到，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呢个单位就系蓝湾五座高层嘅 B 室。呢个单位实用系1161尺，系属于两房套房嘅设计。你谂下，1161尺系做两房，代表啲乜嘢？代表就系厅大房大啦，系咪？好啦，咁我首先由呢个景观开始介绍起，好嘛？好，大家跟过嚟啊！好啦，窗入呢一刻鐘，我哋就可以見到整個藍灣深灣遊艇會嘅海景。望住呢個景啊，令到我諗起我偶像許冠傑嘅一首歌，就係《魏遙共對輕舟飄，共盟誓約慶春曉。遊艇拍岸潮，不得了，仲有海灣先至夠奇妙。》其實我哋而家睇緊嘅呢一個並唔係山景海景，係一個異景啊！再配合埋呢一個特大嘅落地玻璃窗，將室內嘅意境引入家中，簡直係有你有我有情，有山有海有地有意境啊！再望一望個樓底啊，呢度係擁有3.15米嘅特高樓底，就算姚明走去換燈泡，我有理由相信佢都要擔凳仔噃。更加唔好講我呢一個傳統香港人標準嘅身高1.5758左右啦，簡直係相得益彰添啦，係咪？好啦，我哋而家再睇睇呢個單位嘅飯廳同埋廚房啦。我哋過到嚟呢一度，經過呢一張咧就係六人嘅餐台啦，好寬敞嘅噃。咁咧，再望一望呢個露台，露台咧都會享有呢一個翠綠嘅玉桂山山景。再睇睇呢邊啦，我左手邊特別又係廚房、工人房同工人廁所啦。廚房唔需要多介紹啦，一定係用頂級名牌嘅設施啦。而最特別咧，呢度係一個早餐用餐區嘅。咁多位，我哋幻想一下，我哋每一朝頭早喺呢度食個豐富嘅早餐，再望住窗外呢個咁靚嘅夜景，係咪真係翻工都翻得精神啲咧？咁多位，咁我哋再介紹下呢間客房先啦。而呢間客房係非常之寬敞嘅喎，就算咧擺雙人床，再擺衣櫃，再擺梳妝台都冇問題噶。咁究竟有幾大？就好似呢間客房擺雙人床嘅感覺咧，就好似主人房擺單人床咁樣，一樣咁寬敞嘅。其實你哋明唔明我講咩嘅？唔明唔緊要，你可以隨時打俾我 Andy， 咁約個時間上嚟實地參觀下呢度究竟有幾寬敞咧。呢個主人房咧，咁我就唔需要多講啦，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呢一個咁廣闊嘅主人房啦，再配合埋咧呢一個出邊都係一個遊艇會嘅景觀啦。而最令呢一個女士們受歡迎嘅咧，就係咧呢一個位置啦。而呢一個咧，我見到好多業主咧都會將呢度打造成一個衣帽間嘅。而一個1161尺嘅單位，可以有咁巨型嘅大主人房，仲可以做埋衣帽間，我相信成個市場除咗藍灣之外，都幾難揾到第二個選擇。Andy。不好意思，出面嗰個海景咧就太吸引啦，但冇辦法，我都係要走啦。咁咧就要等翻下一次咁多位人睇樓嘅時候咧，我先至可以再欣賞呢個咁靚嘅遊艇會海景啦。好啦，咁大家係咪都好想快啲嚟去睇呢個單位呢？你哋可以隨時打俾你嘅特約代理 Andy， 而我嘅電話就係9879-9301，9879-9301，24小時恭候，多謝。